被彭诺教训在麻将，这个小红包再加在妹妹，把小姑娘带去核桃，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，而门又反锁了，这小凌霄出不去呀、啊，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等陈婷回来啊，孩子早没气儿了，憋死了。集间了吗？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？你有你新的家庭，我也有我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回来，还要对我的家人指手画脚。从血缘上讲，小橙子是足了你父母，那你就跟他是最亲的了。在同一个地方长大的亲，很神奇吧？你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缘，你能不能把弟弟渐渐的好，哪怕分一点点给他？所以李金莲的东西，我不会送给你。他跟我爸离婚的时候就不要我。他都不管我，凭什么管他？毕竟是你妈妈，做孩子的应该原谅他。凭什么？凭他是你妈。你小的时候就因为你，云云没了，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，你就是个冷血动物。可能我注定只能得到这小官了。我们其实本来就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等你长大了，我们一辈子在一起。好不好？你这能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撑不住，都得撑着。我一直在想，活着，别吵，辛苦的活着，你可以看，到底有什么意思？勇敢就好，就是解药。你手机一直在震动，不用接吗？害怕。骚扰电话。林霄，有个叫陈婷的给打你电话的，不用管。林霄，你是不要我和妹妹了吗？会被赶跑。林霄，我们一起去郊外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已经没有重新跟陌生建立感情的能力了。跟你在一起，是我的烦恼，是自救。不是你这巴掌。你说你没事干嘛把那个安定放维生素片里了？因为在家里我是个不能生病的人，人的心里是有一头猛兽的，一不小心那头猛兽就会从心里出来肆意杀。我知道你一直想逃，你想想把我和妹妹的吗？你说如果我掉下去会抓住我，你愿意给我的，我必须有你，你必须在。那你在新加坡你都做什么？做男人吗？想你想家，想象在你身边生活。我们一起去郊外看星星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一直想逃，没有人发现你是谁。答应我别放弃，别灰心自求，我就会撑下去。来我怀里，不管什么时候你向我伸出手，我都会抓住。给你拥抱，就算明天火星撞地球了，明天也要好好睡觉。妈，我好久没梦到云云了，云云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？我欠我妈的那些，是不是都还清了？